有关美方取消与中方经贸磋商的报道不实。实际上，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。应美国财政部长努姆卿、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，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，举行中美经贸问题高级别磋商。 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。目前，双方正在加紧就磋商有关安排进行密切的沟通。一是中国会进一步开放市场，让“一带一路”相关国家共享中国机遇。同时，我们还将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间的相互开放。 共同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，实现共同的发展。二是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，通过与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的自贸协定，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举措，共同推动有关国家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衔接，推进新业态、新模式的发展，促进“一带一路” 贸易投资自由化、便利化。我们向有关省市的商务主管部门、代理行等单位提出了5项保供的措施，包括严防非洲猪瘟，积极组织货源，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调整安排，加强沟通协调，要求有关单位 全力做好相关工作安排，保障春节期间对港澳农副产品安全稳定供应。